迎收看小婆汽车资讯，我是当家车手阿珍。2021年 ，Air Moto 推出了采用 PBGN 系统的电动三轮货车 AI Together， 以 Together 的谐音意喻作为车型名称。在推出之后，除了引起大量关注外，许多消费者也希望未来能推出油车版本的三轮货车。而这样的心声 ，Air Moto 听到啦。3月10日 ，Air Moto 正式发表以 AI Together 为基础打造，但动力系统置换成 1.5cc 级距燃油引擎的油车版本 Gather 商好在，它延续洪家腾极具创意的命名逻辑，以熊猴仔谐音商好在来为新车取名，同时也点出 Gather 商好在的商用本质。这台新推出的 Gather 商好在配备了一具 1.24.9cc 的气冷单缸引擎，能在5000转时发挥8.82牛顿米的最大扭力，6500转时则达到8.16匹的最大马力。较低的最大扭力转速，让传动系统结合，马上就能进入扭力输出区段。而且 Gather 商好在，因为采用 CVT 系统，因此在设计上与使用电动马达的 AI Together 不同。后双轮是连接到差速器上，不只是双轮同步出力，在转向时更能透过差速器提供更平稳的动力传递。此外 ，Gather 商好在引擎前端有一组高承重能力的转轴，来连接车身前后两半，这样的设计允许车身前半倾斜，倾斜角度更可达到40度，让骑士可以用近似二轮车的转向方式骑乘，但车身后半却维持直立的状态。这样的设计非常适合用来载运货品，而且还具备机械倾斜锁与驻车功能，让你骑得更安心。不过货车终究是要用来载东西， Gather 商好在舍弃车厢空间，将所有的载物机能都由外部空间来应对。前置角空间宽度达285mm， 长度达460mm， 而且前后空间不会因为内装造型而受限，装载机能非常完整。后方的载货平台宽度达350mm， 长度达520mm， 还可以透过加装载台或者专用物流箱，将后方载货空间一举加大到法规上限。而且后方的载货平台高度为735mm， 对成年人来说，不论是上下货都很轻松，而且不会因为位置太高或太低导致身体受伤。虽然因为法规限制的关系，后载货平台只能承载35公斤的货物，但对于有频繁小量货运需求的商家来说，已经是非常实用的设计。除此之外，车前空间也毫不浪费。新设计的前置物栏可以提供额外的置物空间，可说是将整台车发挥得淋漓尽致。而许多人对于洪家腾三轮货车的停车问题相当感兴趣。根据官方资讯表示，以标准尺寸宽800mm 乘上长2000mm 的停车格来说， Gather 商好在要停进去都是绰绰有余。除了使用机能外， Gather 商好在也延续了 Air Together 的科技感外形，圆润的全车设计让 Gather 商好在看起来更加可爱。车头的 Class D 汽车级 LED 头灯可以提供充足的夜间照明，前置物挂钩同时也具备车充布的功能，让外送人员的智慧型手机可以随时保持满电，而且还采用 Keyless 系统，让外送人员不需要频繁的抽拔钥匙，降低钥匙丢失的风险。最后则是制动系统与悬吊配备，前悬吊为一组33mm 的正立式前叉，制动系统采用一组单向双活塞卡钳，搭配220mm 的固定碟，后悬吊系统为一组不可调的中置单腔避震器，后制动系统采用双边双向双活塞卡钳，搭配双边172mm 固定碟，并搭载 CBS 联动式刹车系统。这样的配备对外送来说已经非常足够。你觉得 Gather 商好在是不是真的很能载呢？快留言跟我们分享吧！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的话记得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我是阿珍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